化到重新再生，那刚再生的重新，大家好吗？大家好。我算是告衰啦吼，加上我有告衰的，我拄啊台前吼，咱全台湾吼，咱民进党上高演讲的吼，两位前辈吼的后壁啦，一个王定武啦，吼，啊，搁另外一个什么啦？台前做副本。你讲安尼，我有衰吼。我这细骹尔，我台前的后壁吼，可是我这个衰搁不要紧。什么人上大衰，你知无？就是咱今天这个老师讲，什么人？真正的人，有够衰啦！迄无人像伊安尼啦，全世界无人像伊做总统吼，做到遮衰潲的啦。路人一冬去用快两百几工啦。哦。你讲起来吼，这是吼咱台湾人吼的心酸啦，台湾人的心酸啦，揣无政治安尼第二关第二关啦。而且我要甲咱的乡亲时段吼，先到一个问题，乡亲啊，恁敢会惊死？会惊死哦。啊，可是呐，你的边仔若两三支箭，安尼甲咱压着，你会惊无？真的哦，安尼恁真正是勇敢的台湾人啦。惊什么小朋友吼？对，年纪也大了。第六次哈天安门事件呐、啊，到咱的新疆事件呐、啊，蒙古事件呐、啊，安尼一日台，一日了，一日台，一日了，啊，过来哈、哦，到咱台湾啊啦，然后咱到咱台湾，咱什么人？哦，一个总统，会使去甲咱的台湾袂了，无法度，人投出来，人投票，投票投出来，搁剩咱两百几。两百几万票啊，还是两百几万票？起码马英九都足强啊！伊实在是吼，讲起来吼，良心酸啦。咱安尼一票一票票啦，人迄外省的一票都无可能是咱台湾人啊。结果咱台湾人有法度加投两百几票去支持吼马英九啦，所以无话讲啦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咱的同志时代，大家爱觉醒。大家要讲话好不好？好。后边我无听话，我讲看你怕头啊你啊，多话一个好不好？刚进时段，大家讲话好不好？好。我相信吼，咱甲咱这个呼喊的声音化作出来，你像台湾人常吼安尼欺负相欠啊，真正安尼做一个总统安尼做八年，也毋是讲真正做了无好，安尼就是好做。一日好妆，安尼就真正哦，安尼鸡鸭花啊，掠到无管去啊。前天吼，我去来到台中吼，看着吼，咱两边的妈妈吼，安尼一步，安尼一步，安尼去满山安尼，来来安尼行行到台中，啊，去甲阮遮的来甲伊安慰的灵魂，去甲阮讲些，讲起来吼，实在真正心内真疼，心内真。就听吼，讲袂出来。啊，伫遮，搁要问问咱乡亲时阵，就阿扁的关心，咱爱家发挥一个最具体的力量。真正，我讲，话有较大声的，我来话讲，阿扁，恁来甲讲，啥物？好，来，阿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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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啥？干啥？就是大团长，若无在面底选举无选，无这个勇气吼，啊，台上。